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闲观》。这个医院里面啊，临床的科别啊非常多，但是各科别的医师的辨识度啊，其实也是蛮强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听诊器挂在脖子上的，一定是心脏科啦、胸腔科、心脏内科、心脏外科，这大概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但是有一个科啊，可能提这一个东西的。而且意思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小提包啊，这个里面有包含着许多这个相对我们要做检查的时候需要使用到的一个东西，那一定是神经科的医师啊。那神经科医师的行头啊非常多，譬如说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看一个病人的这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子啊。如果说神志很清楚，问什么东西啊，都是答得很这个能够跟这个人地时。这个实地物相配合的很好，这个问题都不太大，认知方面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会做一个，这个叫做光反射，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把这个光线聚焦在我们的这个眼球瞳孔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光照到这个强光照到这个眼睛的时候，我们瞳孔自然的一个反应，它一定会缩小，它一定会缩小。如果说不缩小，有没有可能？有啊，当然有可能。但是神志还清楚，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所以这些都有不同的，他神经病变所在的一个位置啊，神经科的医师啊，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考量。另外，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他会去烧病人的这个脚这个地方啊。你看看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刚刚烧着这个病人的足底这个地方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时候，从外侧到往内侧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人啊，他的一个脚到底是脚趾头是不会往上呢，还是会往底下的？这个叫做巴宾斯基这个反射动作啊，这是非常重要。正常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正常的时候会往下。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路如果碰到一点东西啊，我们就非常强烈的反应的时候就跳开。那我们怎么安定的往前迈向前面的路呢？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神经的一个稳定的另外一个这个检查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神经科的医师啊，这个道具啊，行头蛮多的，其实还不止啊。这个早期的神经科医师啊，现在大概神经科医师就比较少，他的包包里面还有放有什么东西啊，盐啊，还有什么有味道的，譬如说花朵啊等等的这个情形啊，意思就是说他所检测到的，他要查的东西啊，譬如说我们的脑神经啊，这个。视觉神经，你透过视觉，嗅觉神经，你就要给他闻一下花朵的味道，闻得出来，闻不出来，这跟到底这个产生病变的一些位置啊，它相关性很大，所以也需要做这些东西啊。但是事实上，这当然这个画作上呈现的是当时罗马帝王的那样的一个奢华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不但是吃喝玩乐，还把整个变成堆积成一个花海，大家在这里面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得到那种时代。看现在，虽然现在看起来有时候还是很乱的，不过基本上整个的个方向还是进步的。好，你说罗马时代是这样子，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历史，看中国的这个状况。秦始皇意思就是说他是开始始皇帝，以前都是王。他说只是称王啊，没什么大不了，我要变成帝。好，自从有秦始皇以后，那么事实上历史啊，也就几千年来的一个历史里面，如果他这里面出生年月日可考的总共有209个皇帝，中国历史出生年月日就是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去统计他的这个平均寿命到底是多少。所以您猜猜看，这209位皇帝，那么他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像康熙啊，这个乾隆啊，这个应该都70-80岁，所以平均年龄总要有这个50-60岁那样的这个状况吧？答案39岁的一个情形啊，39岁的一个状况，这个出现的就是三十九
2.2岁的一个状况。那大家会想说，这个应该是那个时代讲起来，平均寿命大概也是30几岁、35岁左右，所以啊，39已经比35岁好一点，应该不止，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你要变成立为这个这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是出生小 baby 新生儿的这个阶段就开始当皇帝啊，顶多是儿皇帝啊。那这都是把最前面的那个新生儿死亡率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占的比例非常大。如果他能够度过那个婴儿期的话，事实上绝对不只是35岁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所以39.2岁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辛苦度、啊、还是超乎人的一个想象。另外，我们如果说把所有的人，这个皇帝啊，总共有611位皇帝啊，这611位皇帝里面，他的死亡啊，出生我们不知道，也许啊，但是死亡有都有记载啊。好，死亡记载里面，您再看一下，他正常死亡的，就是病死啊，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多少？55%。告诉我们什么事情？45%都是不正常死亡啊！所以什么行业不要当啊，皇帝千万不要当啊！这个一半的机会死得不太正常啊！而且啊，更恐怖的一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有精神分裂、人格异常，这样很怪异的行为的，占所有611个皇帝里面的1/4啊！所以这个是。这皇帝听起来很多事情听起来都是觉得哎，好像充满着那样的我们对他的一个憧憬啊、幻想啊。但是实际面拉过来看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的情形啊。但是皇帝相对他有一件事情啊，大概其他的民众相对之下会比较营养状况没有他来的那么好，也就是他的肠胃系统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啊，他饮食方面的绝大多数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照顾啊。我们的一个肠胃系统啊，大家想从上面的食道到胃、小肠、十二指肠，这个小肠，然后到大肠这个地方来，这个是一个肠胃道的一个系统。但是它出现问题的一个点，我们不要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到我们的大肠。但它发生的比例增加没有错，所以潜血粪便的粪便潜血反应等等的一个检查我们会去做，但是吞咽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也要特别的一个小心了、啊，因为我们的食道你要把东西吞进去以后，它的一个过程啊，它不只是一个重力的这个引导以外，它还有这个食物的它本身食道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啊，这个空间相对是小的。如果他慢慢有问题的时候，这临床上等到说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真的是吞咽困难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食道癌的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就会下降的很多。所以能不能早期啊治疗、早期诊断，这非常重要。一个6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吞咽方面已经有问题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吃不下硬的东西，软的东西开始也吃不下，流质也吃不下，最后。连喝口水都困难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来一检查，这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食道那样的一个位置，已经变成肿瘤啊，充满着那样的一个空间了、啊。然后他非常不解，因为说什么？他说在大概在1年半前，他做过体检，结果那时候胃的一个部位啊，就是大概在这里，食道的一个部位在这里，那时候看起来是正常的，怎么可能1年半之内他变成这么大的变化？答案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它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哪个地方受到一些刺激，那它的恶性度怎么样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出来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再加上它本身啊，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一个状况，哎，它也有点不舒服。所以那种不舒服跟食道癌初期的不舒服，它混在一起啊，然后持续的还是不断的不好的。生活的一个习惯还是在进行啊，当然这个后续产生出癌病变，然后癌细胞的一个扩散速度变快也是有可能。这是另外一个，也是一个5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但是因为她比较早期，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啊，我们可以去做外科的一个治疗，因为外科的治疗要把这个食道切除以后，胃再往上拉，再做一些重建，这是很复杂，但是这是对食道癌讲起来最好的治疗方式啊。所以不好的生活习惯，绝对不能说我才做过检查没问题啊，就把它当借口。感谢收看。